我就想问你啊，在做这个事情之前，你有没有想到这种可能？你有没有预料到他们在途中会是这样一种情况？其实我之前也有想过的。那我觉得你也蛮做得出来的。那个时候就已经不确定了，因为我觉得花着他们的钱，然后还这么大费周章的，就累还不说，傻了吧唧被坑了。我是在为他们好吗？他们是真的想看海吗？还是说这其实这一切都是在完成我自己的一厢情愿？哎，我觉得你总是说对不起他们啊什么的，但是你有没有真正想过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呢？